8月3日，歌手周柏豪与薛世恒、岑信贤在铜锣湾出席瑞士天梭表旗舰店的开幕剪彩礼。3、2、1，恭喜晒天梭表铜锣湾梨园山道旗舰店隆重开幕。今天柏豪同时也担任表店店长，并还与主办方高层一起为行事点睛，活动场面热闹，气氛融洽。柏豪早前跟袁伟豪在深圳拍剧，两人在此期间也不忘健身。他兴奋表示，自己现在的体型比开秀时还要好。每一天醒来就要工作，工作以后回到饭店里面就会做运动啊、游泳啊、跑步啊、健身啊，很疯狂。我现在的体型好像比演唱会还要好。最近有报道指周柏豪的唱功一般，而另一位歌手陈柏宇唱得比他好，不知柏豪是如何看待这篇报道的呢？我觉得其他的歌手唱得好，我会看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自己也会继续做好我自己的音乐，然后我的歌迷朋友买我的音乐、听我的音乐，那就好了。据说柏豪的好友林诗雅拍拖了，男生也是他的好朋友呢，而柏豪作为两个人的朋友，对他们拍拖一事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多一些的空间吧，然后我不会太多口问他们什么拍拖啊的事情，他们想表达就会表达了。